调一种像是黑格尔我在讲的一样，黑格尔的做思维的精神。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说，如果真的如果来去重新来去写这本书中台湾雕塑史的这个东西，那我觉得李老师的作品是应该要在里面被记上名的。以往的作品都是在追求一个一个立体的那么它是一个实心的那么它是一个丰硕的是一个雄浑的但是呢，我这一次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是，我把这个尸体整个把它解构了然后把它解构了以后呢，它一切的量感呢是整个轻盈的。那我在我以前的尸体里面也有一些挖洞，使得我们的人生有一种穿透，空间也有一个穿透。但是呢，这次呢，我用一个片状来组合了这一个立体感的一个空间的时候呢，它的穿透性内在空间的穿透，形成一个流动的世界，一个有层次的世界。像我这一次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特质，是我的作品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肌理，它是用我们的手直接就用石膏去扶，然后我们的手的动作就留在那个上面，也是表达出说我对我的动作有信心，我对我的动作这样挥洒下来更容易表达一种内在一种行为上的一种美感，就是说那种人动作的一种原味，我把这个动作里面的美感把它留下来了。我们手工所创作出来的那种凹凹凸凸，一种是一种不平衡的那一种的整个美感特别会跟我们内心的那一种凹凹凸凸的情感会相应。这是雕刻艺术里面一个跟造型立体艺术里面非常的不同的一个地方。我觉得瓶子是一个非常美的，它是一个很简单，然后有一个弧度把这个瓶子全部把它解构掉了，然后我用面来组构，那所以说它就会变成空间很灵活。那么我也喜欢一个穿透感的一个空间，而不是一个像我们看的食物，那它呢显得就非常的轻盈。我是一个不固定的一个面所构成的一个空间然后这个空间本身它就会因你如何面如何的足够呢，就会形成不一样性格的一种感觉的世界所以呢，当我这个观念呢整个一打破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这样呢，我做起来我又觉得很轻松，然后它的变化又非常的多那么呢，本来是一个简单的胸腔，但是它既然可以变成一个不只是我们平面写实的胸腔，它还有穿透空间美感，它还有线条的美感，它还有各种的变的转折这种，因为我们让它很放松，让它穿透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很执着于某一个固定的立场，因为固定的立场会有它的成就，但是它也有它的限制，那个限制就是
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不愉快的经验，而且我们一直把它抓了在我们的身边。我先把这个东西把它解构掉，把它解构掉，一解构掉了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是一个自由的享受。